我对这是2015年的 UG Cup 感想，就是最大就是在我们的15位弟兄当中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更融合的生活，就是一起打球，一起分享。除了打球，我们以外，我们还有一起喝茶，彼此谈天，建立一个更关心，更友谊更好的一个脚步。这次我在这个祖恩篮球队，我是打小前锋，然后对这个。 球队我是充满激情，还有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球队哈。弟兄们一起的联谊，一起的在球技上，在友谊上，在组里面的友谊赛，友谊上都能够彼此的增进，所以我很开心，我很感恩。说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一定要闯入四强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说我们虽然时间很短，但是我们都尽量抽出时间跟队友一起配合。 我们今年祖恩堂的球队是拿冠军，为我们打气，为我们加油，我们一定把我们球队的精神最好表现在里面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祖恩堂的弟兄姐妹，欢迎你们来支持我们祖恩篮球队哈！7月1号在 KK Hall， 我们将展开我们Under God第2届的篮球比赛，大家一起来哦！谢谢你们。